各位好，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哦，就是关于如何成为职业乐手。因为呃，有蛮多朋友他们的影片在讨论如何成为职业乐手，也有一些学生问我职业乐手相关的事情，我就顺便以我的角度来说了。啊，我的角度会跟其他的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大部分情况，我们会把职业乐手完全的联想到。 那就是一群演奏能力非常强的人。如何成为职业乐手？我们通常想象就是你要怎么样弹得更好，你要怎么样呃做出更好的作品，你要怎么样更理解音乐才能够成为职业乐手。那其实音乐的能力啊是职业乐手的一个算是其中一项基础，但是还有另外两项能力是必备的。我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时间管理的能力。 如果你是一个永远可以准时交件，比方说你是一个做编曲的人，你是一个作曲的人，你永远都可以准时的交出东西来。当然那是必须要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你交出来的东西太烂也是不行哦、喔。就是说你可以准时的交件，并且是交出来的东西是 OK 的，或者是你是一个演出者，你永远可以在上台之前就准备充分。 包含你要弹奏的东西，包含你要跟其他人协调的内容，全部都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不是急救章都已经在在出发前往演出的路途当中在巡回的路上还在一直不断的临时抱佛脚，其实这样是不太行的。所以说，时间的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第三个能力是人脉的能力，就是你如何跟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 音乐圈里面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很浅叠的市场里面，其实你在各种种类的的音乐行业里面，你会遇到的人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呃，如果你是一个不是很好相处的人的话，或者你是一个很孤僻的人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到一些工作机会，或者是大家其实并不是讨厌你，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个人啊、哦，这也不太行。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超级难相处的，可是我们。 必须要一起在一个巡回，比方说可能是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几个不同的城市去做演出。我们会在同一个饭店，呃，住在附近，然后我们会常常需要相处，一起练习，一起吃饭。这个过程如果是要跟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一起过的话，其实会让大家蛮痛苦的。好，所以是以上的这三个条件，就是音乐能力、时间管理能力跟人脉。 如果你只具备其中一项能力的话，比方说你是一个，呃、嗯，弹奏能力非常好的人，也许你还是会有工作，可是不会很持久，因为其实弹奏能力 OK 的人还蛮多的，所以即便你是非常，除非你实在是太太优秀，优秀到非你不可，那那那就是有一点例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少，在台湾其实目前我是没有看过有哪一个。 呃，乐手的工作是非谁不可的，人脉啊、哦、也是你你的人脉非常非常的好，跟大家都处得很好，也许你会有工作，可是如果你的时间管理不当，然后你的演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其实那个工作也不会非常的长久。那当然你你你可以很准时的交件，你可以很准时的交差，这种情况偶尔可能你会被找去做一些救火的工作，但是你的演奏能力并不是水准之上。 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处理的非常好的话，那大概你就只能接到救火的工作而已。如果这三项能力你具备其中的两项，我觉得那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乐手。比方说你的演奏能力没有非常的好，可是你又超准时，而且跟大家都相处的非常的融洽，那这样子你会持持续的源源不绝的有一些工作。或者是时间管理不太好，但是你演奏能力很不错。 而且跟大家也处的很不错，哦，这样子的你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你们的哪些朋友是像这样类型的，那你会发现，OK 啊，其实就会忍耐一下，但是因为他谈的不错嘛，而且跟大家都好，所以还是会持续的有一些工作。那如果说这个人的时间就是超准时，然后工作能力超级好，可是就是人很讨厌。 OK 吧，大家可能有时候忍耐或者是很需要的时候，就还是会找到这个人，所以还是可以有一些工作。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这三个要素都有。那当然，这才是一个我们最理想的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期待可以合作的伙伴。在年轻的过程当中，呃，有的时候有我们会有一个，至少我或者是我的同辈很多的朋友，我们会有一个。 呃，明星梦会觉得希望自己透过演奏，有一天就像一个 rock star 一样，被更多人看见、听到我们的演奏，或者是听到我们自己的作品。但是，呃，实质上哦、啊，职业乐手的生态跟 rock star 是不太一样的。你成为一个摇滚巨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艺人，你所需要具备的特质，跟一个很成功的职业乐手，其实并并不完全是相等的。 很多的时候，职业的演出当中，对于你所需要的，也就是，请你稳稳的提供制作人哦，演唱会制作或者是唱片制作人，呃，所想要你弹的。因为职业乐手在呃整个音乐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比较像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呃、比方说，我是一个制作人哦、呃，或者是我就是那个 rock star，我找来一些职业乐手帮我的忙，我并不期待这些职业乐手。 发挥很高度的个人特色。通常我会希望这些职业乐手就稳稳的表现，我希望你能够呈现的。比方说，我希望这个音乐的这一个段落，呃，呈现出很多的希腊风情。 虽然我搞不好，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希腊风情，反正我说出口了，那你们就要想办法知道我说的希腊风情是什么，并且做出让我能够觉得哎、欸、有希腊风情的声音。沟通的能力也会变得蛮重要的，你要能够知道他所说指称的跟他所说的也许会有点出入，但是你反正你能够找得到他要的答案，并且能够呃让他满意的的交差。 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事情。至于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就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家里面的琴房练了老半天，思考了老半天，你可能会发现到最后，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工具人。有少数的情况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歌手，他们跟职业乐手搭配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期待职业乐手会多一点火花给他，他会很喜欢某些职业乐手再多贡献一点个人特质。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呃，并不是多数、哦，所以说我们在呃玩吉他或者是鼓、哦、或者是各式各樣各式各样的乐器，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大概去理解一下，实际上这个这个职场的生态跟我们所幻想中的样子是存在着某些差距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差距、哦，以免你到了这个行业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 这个行业里面并没有，并不存在你所想要的那个东西。